他一定要去角质，而且防晒很重要。你看他这么黑，然后又不平均，而且我觉得男生好看脸了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哈，算我输好不好？哎，国庆回来。主持节目，快点快点！好了，今天娘娘驾到要讨论的话题是：女人保养有理是，但男人一定也要保养吗？男人要保养吗？你很重要啊，男人一定要保养。你站哪一边的？我站那一边。你站那一边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还另外邀请了三位男艺人，我们自己的好朋友来，我们看看他们保养到什么程度。然后请各位女生好不好？尽量毒舌没关系。我们来，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好不好？一定会。欢迎第一位进场。这是谁呢？来来来来来来，请问你？做保养有多久的资历啊？做保养不是车子做保养，脸部也要做保养，不是这样吗？三四年嘞，我们可不可以先看一下？哎，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们要不要一起过来看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看一下它的成效。我都比我还久哎。你刚刚化妆师就看过了。哦，哎，好像也没有很好。你是变胖了？真的吗？等一下，有点肉松松的感觉。就以男生来说，男生应该差不多这样。男生要这个样子吗？哎呀，那是等一下，那是双眼皮还是皱纹啊？是，没有，是皮肤的纹路太厚了，看不出来。你在没有揭晓之前先回家。对对对对对，表情耶。大家看看，这一位是谁嘞？一二三。没有啦，其实你刚刚我们的毒舌来讲不能做准，因为说实话，你觉得你自己保养的怎么样？还好，心虚。因为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我以前都拿肥皂洗脸，可是会就造成太干了。那现在呢？你现在大概一天花多久的时间在保养上？如果有化妆的话，可能要一两个小时。你两个小时，你都做些什么？有空的话就清洁完以后敷个清洁面膜，然后敷个清洁面膜以后，如果有空再敷个保湿，吃完再上该用的东西。哎，这样听起来他还蛮讲究的啊！他超讲究的，哇！你家里是做 SPA 吗？因为我们有以前有一起拍戏过，怎么样？他来现场才开始刮胡子，洗脸、刮胡子，而且慢慢吞吞的。为什么要这样？然后该你来的时候，化妆师要上，他说等一下，然后他就说你没有帮我上隔离霜。而且是这样吗？对，然后化妆师说等一下，没有隔离霜。我要为自己讲一下这个。哎，好，你说。第一哦，那个胡子，因为我要拍一天的戏嘛，所以你如果太早刮，它到后来就会像芝麻般的长出来，就不联系，就要再刮，是很麻烦。那如果隔离霜是你们跟我讲说要上的好不好？哪有？可是有时候时间很赶，来不及啦。导演在催，你还不讲两口，一定要。导演在催，到时候脱妆是不是还是要？可是我觉得。现在这样看起来，我个人觉得他肤质其实还算不错 ，OK 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肉有点松了，但是胖。我们今天是讲保养跟肉松有关系，有啊，肉松是吃的，要紧实是不是？对，紧实。那应该那推荐要这样子，你多紧？我要跟你站一边，我懂你的，我懂。这边阳气很旺，对对对，你先坐着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下一位，好不好？来欢迎下一位，看起来好瘦，来来来，这里这里，让我先。拔一下看看，哎呦，怎样？有这么恐怖吗？我本来以为他的肤质应该是很好才对啊。OK， 好吧。哦，大家走啊！你们来看一下，真的不要怕。看一下，稍微最好是我肉松哦。林立伟讲了，我有点不敢。我已经开始了，还有把柄在手上吗？青春期是不是？就是法语青春期，所以脸上。对，因为我才快要满18岁。哇。这样也还不错。好，我们直接看他是谁了。一二三，潘君翠，哪里有不好啊？可是说真的，我们一开始印象是你的皮肤真的很好哎。没有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看到这个红红的，它不是一粒一粒，对，它是过敏，因为我有过敏体质。我懂，是过敏。那能理解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大概保养的资历大概有多深？十年，十年啊！十年。我跟你
下，你们大家都可以叫我保养大人。嗯，是，因为就是保养啊，不只是体外的，就是你要擦的，其实体内你也要保养。是，很显然你就没有保养好。请坐，请坐，因为很显然今天三个姐妹都不敢对她说一些什么话。没有，我刚刚说过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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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有点。而且你想到她，你会觉得一定是皮肤好的。他们可能都还要去她店里面呢，但我 OK 了，我是。好，现在就是阿布上次在我们店里的。喂喂，好。我们来看下一位了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先要专业，首先要专业。先讲两句好话。你的肤质真的比陈羽凡好多了，而且你的双眼皮绝对比他好看。是真的。来，我们看看第三位来宾是谁。手艺斯斯文文。哎，是小叮当。你看是不是毒蛇？真的。哎，他鱼尾纹蛮深的。我看看，不要客气。啊，你阿威，我站的最远呢，有疤是不是？对啊，是疤还是鱼尾纹啊？你那里面有藏几只蚊子吗？是历练，历练哦，人生的历练，历练是几岁而已历练。好，看看你是谁啦，一二三，郭彦均。其实我觉得是眼睛大，因为眼睛大很容易旁边有笑，很容易有鱼尾纹。对，那你不笑也有哎。没有，这是疤，这是以前打篮球撞伤。哦，那我刚刚没有看出来。我这两个疤是以前打篮球打来就是受伤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打篮球哦？有啊。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是什么篮球？好伤人哦！我哎，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，我才发现你高我很多哎。啊，这还用说啊？哎，喂。我们一样，我们一样，真的。你们这高好多，怎么？哦，怎么？你现在要干嘛？享受吗？没有，这样我很像巨星。还是要我站你旁边 ？OK 的，好了好了，来来，欢迎欢迎，请坐请坐。其实这样听起来，他们三个真的都是有在保养的人嘛？哎，我刚刚忘了问彦均，哎，你现在目前为止一天大概保养会花多少时间？其实我保养的时间不是很多，差不多只有20分钟而已。嗯，但是我就是那种12点以前一定睡觉，然后早上8点就起床。哦，听到了没有，安君餐？有差，真的。那怎么样呢？我就是命苦啊，不太熬夜。没有，生活作息不一样，因为我过了十几年校队生活，每天都5点多起床。对啊，所以现在的生活就跟以前差不多。我过了十几年酒店的生活，5点睡觉，我看熬成红牌了。哎，我本来以为啊，今天的男生男艺人来宾啊，保养都会输女生，可是看他们的反应，好像。他们都没对啊，都输给男艺人的感觉。感觉上他们都比你用功。来来说说看，我以前大概跟安君灿一样吧，就是很疯狂的保养的那一种。怎么个保养法？一天就是也是要花2个小时在保养上面，从头到脚。然后所以就是所有人要等我，就是我说我洗个澡，就是2个小时以后。你去看看现场的三位女生，你看看她们谁的肤质最不好。OK， 你这样看。等一下，交给我。我要讲，我不打底，所以要给我一点空间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们觉得谁的肤质会最不好？我觉得龙家还不错。你觉得林立文的心地最不好？心地最不好。好歹我们也认识了。我觉得 Ivy 应该算肤质最好，其实因为他没有打底。